母，太子来了，快尝尝刚做出来的饼耳。谢谢。好不好吃啊？一兰店的饼耳就是比椒房店的好吃。自打康儿出生，吃的第一块饼耳开始都是由我亲自做的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椒房店的饼耳没有宜兰店的好吃呢。你娘贵为皇后，你又身为太子，你们自然有汤官和太官们做给你们吃，不需要你娘亲自动手啊。康皇帝说你不让他帮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庶母也是为你好，就拿今天的事来说吧，要是被你娘知道了，太子恐怕又免不了一顿责罚了。原来连庶母都知道我娘对我管束苛刻呀。你呀，既是太子又是兄长，你娘望子成龙心切，希望你可以在皇子们面前是个表率，也是理所应当的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只是读书进学一定要保持心胸愉悦，加以时日，循序渐进，融会贯通，自然会有所长进了。依我看，你娘啊是多虑了，以太子的聪明才智，未来又要继承大统，是何等尊贵之人呢？读书进学自是难不倒你的，是不是？庶母要是能当我娘就好了。这种话可千万不要当着外人的面说啊。你若是喜欢我们依兰殿，就逢客余或者休沐之时常过来走动走动，庶母给你做好吃的饼耳好不好？傲儿，这确实是你抄写的吗？都是孩儿抄写的。那好，娘问你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孩儿不识。你既然已经抄写了20遍还不认识这个字，作何解释？娘知道你性情浮躁，故让你抄写20遍，是让你边抄写边体会。你非但不了解为娘的一番心意，还在这信口狡辩，你要我怎么惩戒你？孩儿没有撒谎。你还敢狡辩？母后不必恼怒，儿臣说实话便是。这是康皇帝帮我抄写的。母后不必打儿，儿臣将来要当皇帝，谁也不能打皇帝。望子成龙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心愿，可是这种强烈的期盼却促成了儿子强烈的叛逆。在我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如今傲儿真是越大越无法约束了，虽是大汉祖制立子以长，可是立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时至今日，孤徒有中宫之尊的虚名已失宠于陛下多年，加上傲儿顽名不化，太子地位之脆弱，小姑如何不忧心呢？皇后，太子年幼，心气浮躁，宫中生活本来就拘谨，再加上殿下约束甚严，太子难免反叛，殿下不必为此忧心。孤承太后抬爱入宫多年，安分知足，谦恭退让，为的就是傲儿。孤只有傲儿一个呀，这些年来孤唯恐疏忽对他行教养之责，也是怕他好高骛远。可是这孩子，太子尚年幼，殿下的苦心未必明了。恕奴婢斗胆，皇后对太子期望殷切，但切不可拔苗助长，一旦发自肺腑厌学，才让人堪忧呢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，太子不见了。殿下，有患者见到太子去往依兰殿了，请殿下放心，奴婢一定会将太子从依兰殿接回来。不必了，孤自己去。
郑君，依兰殿那个地方还是公孙夫人去比较妥当，姑是太子的母亲，理应由姑把太子接回来才是。不知皇后殿下要来，有失远迎啊。妹妹不必多礼，冒昧打扰是因为傲儿顽劣，给妹妹添麻烦了。妹妹愚昧，姐姐的意思是……太子在你这儿吧。太子，太子不是应该在太子宫吗？怎么会在我依兰殿呢？姐姐在和我说笑呢吧？这是太子私旅，姑刚才在你的前殿找到的。姐姐既能找到太子的思旅，那么也必然能找到太子了。只是妹妹，我实在帮不上姐姐的忙，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啊。看来妹妹不肯帮姑这个忙啊。姐姐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大可在我依兰殿里面搜一搜，要是您找到太子的话，带回宫就是了。公孙夫人，在，一定要把太子给姑找出来。是。跟娘回去。傲儿，傲儿，儿偏不回去。傲儿，你好大胆！太子殿下，快跟你母后回去，听话。儿就是不回去。都给姑退下。你也退下。皇后，这里是依兰殿。放肆！依兰殿乃永相内廷，姑乃永相之主，退下。傲儿，傲儿，你非得这么做吗？啊！当今太子有家不回。明早你父皇就会知道，知道娘教子无方，娘是一个失败的母亲，你非得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吗？儿偏不回去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是当今的太子，日后的皇上，你要是硬不回去，娘能奈你何呢？儿是怕回去以后母后再狠狠地打。你要记住了，不管对错，娘打你始终是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，你知道吗？玉不琢不成器，太傅没教过你吗？儿就不回去。好，你要是硬不回去，娘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就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吧。跟你回去。来人，还不快给太子备辇。不用，姑和太子徒步回宫。
傲儿，娘何尝不想让你每日开开心心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？可是你身在帝王家，娘今日不对你严加管教，明日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，知道吗？嗯，娘，孩儿知道了。嗯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母后快看，嗯，儿臣画的可好？哦哦哦，傲儿为何画两条鱼呢？大鱼乃母后，小鱼乃儿臣，水乃皇宫，两条一大一小的鱼在水里来去自如，意思就是母后和儿臣在皇宫里怡然自得，欢喜有余。嗯，儿说的真好。承明殿太傅求见。母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嗯，陛下太傅来向殿下禀报太子进学之事。参见皇后。太傅不必多礼。老臣年老体衰，特来请皇后开恩，允许老臣致仕还乡。太傅品德厚重，睿智饱学，此番为何请辞啊？太子趁老臣不备，有失斯文，这让老臣的魄脸往哪儿放啊？傲儿自从到承明殿进学以来，已经连连让三位太傅请辞，质子顽劣，原是天性，可是作为太子，他并无选择，必须迅速成长，就像拔高的新苗，一刻也由不得自己。剑在地心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陛下会赐你一个罪名，把你罢免。皇后殿下，陛下已帮太子选定新的太傅，请殿下带领太子前往承明殿向太傅施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傲儿，你从今往后要跟着太傅好好的学习，不许再淘气了，知道吗？是，母后。嗯。皇后殿下长乐无极。傲儿，快向太傅行礼。是。傲儿，以后一定要跟这位太傅好好的学习才是。是，母后。皇后殿下请留步。大人免礼。大人去西域的时候，孤还是太子妃，没想到多年过去了，傲儿已经长大了，大人也沉稳了不少。谢皇后殿下。傲儿生性不羁，以后就有劳大人了。请殿下放心，萧玉一定恪尽其责。
好，那姑替太子和皇上谢过你了。本王问你，何为太傅？太傅乃太子师父，太傅之责在教育辅导太子，使之掌握儒学经义、治国方略，成为继承大业之人。现在我来问你，何为太子呢？太子就是我。康王殿下以为如何？立嫡以长，是为太子。答得很对，可为何如此呢？立嫡以长，世世不绝，天下之大义也。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父子相传，汉之约也。康王殿下明学强辩，又之长幼有序，来日定可成为太子左右。太子天下本，本摇天下动。不知道诸位可感觉到震动了吗？大胆，竟敢羞辱本王！哎呀，太子虽然高贵，太傅却可以教训。学乖了没有啊？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孺子可教也。你刚才那步伐是什么名堂？能不能教我？今日就此下课，回去好好温故。明日咱们学，黄老与儒学有何不同？老师教我习武。老师教我习武。先学文，后学武。不知殿下意下如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星儿，哎呦，慢点儿，星儿。星儿，今日进学，新太傅都教了些什么儿啊？让我好找。什么兴致不兴致啊？不过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。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啊？哎，康儿下学以后有没有见过你啊？见过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今天成名殿的事？不就是换个太傅吗？有什么新鲜的呀？姐姐可知道新来的太傅是何人？那你认为应该选谁做太傅呢？哎呦，看样子你是知道了。你不觉得很巧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哎，郑君，两位妹妹都在此。皇后殿下，皇后殿下长乐无极。郑君啊，我们正说呢，听说陛下给太子换了新的太傅。今天在成名殿，太傅居然出手打了太子。是在傲儿下学，姑已经询问过了，确有此事。啊，这都已经是第几回了？太子和太傅打斗，这成名殿啊，以后可是热闹了。今日啊，在成名殿，太子以及几位皇子与太傅发生打闹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还望两位妹妹尽心督责皇子们勤勉进学，不负圣恩。姐姐所言极是啊。多谢姐姐提点，也请姐姐可以查明今日之事缘何而起，责任在谁啊？那以妹妹之见，今日之事非要闹到陛下那里去，变出一个孰是孰非来吗？郑君，你要是觉得你不好开口的话，可以由我带你去说，也未尝不可呀。嗨，都是小孩子，何必为此伤了和气呢？萧玉为人足智多谋，由他做太傅，说不定就可以管束住太子呢，又可以了却姐姐的心病，又可以和萧大人频频相见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？阿阳，你此话何意？早在姐姐当太子妃之前，不是就跟萧大人的私交很好了吗？我想恐怕就是你亲自保举的萧大人做太子的太傅吧。这
亭子里面又没有外人，就我们三个人，你又何必隐瞒呢？萧玉做太傅完全是皇上的旨意。一别多年，难道萧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吗？萧玉拜见傅昭仪。本宫嫌永巷太乱，有心出来走走，不想在此遇到了萧大人。萧大人西域之行，此次回来更是气度非凡了。夫人也是风韵犹存啊。这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萧玉吗？听说永相风华正茂，深受金上宠幸的是董美人。怎么，萧大人也对董美人有意？哈，萧玉还是萧玉，哪有不爱美人的道理？听说这董美人二八芳龄，娇艳欲滴，怎比盛夏的牡丹呢？萧大人认为牡丹开到盛夏就该败了吗？明渠的风光还是很好，下官就不打扰夫人，先行告辞。哎，太子还在温书吗？太子自进学以来还从未如此勤勉，看来萧太傅还真是有些本事。傲儿要真能进步那倒也罢了，怕只怕今日啊在成名殿闯了祸，才做做样子而已的。太子今日表现在奴婢看来倒决然不是在做样子。是吗？太子既坐内侍案前，案上摆的全是论语和老子，看来学习得颇为用心呢。好，公孙夫人，把太子的这些食物啊拿到内室去吧。昨日的课业想必诸位皇子都准备好了吧？黄老之学与儒学的渊源可有人知晓啊？不知道。黄老，老子之学又称道学，儒学首推孔子，孔子曾师从老聃。康王殿下所言不错，还有哪位殿下有所领悟啊？学生略知一二。哦，想不到太子殿下昨日也有用功。老子云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黄老乃无为之术，是为无为而无不为，高祖以之清净无为，休养生息，到我孝武大帝以儒学治国，天下富足，道学与儒学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各有其所就用。免礼。太傅所谓何来？下官此番前来特向殿下道贺。哦，喜从何来？以下官多日来的观察，太子隐悟惊人，不仅抢计明辨，还能融会贯通，来日必成大器。太傅在成名殿授业不过数日，怎知太子将来必成大器呢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太子少年气盛，胸怀大志，之前荒疏不学，实乃管教过严，激起太子的逆反之心。如今下官恩威并施，抑扬有道，太子对学习又回复了兴趣。太傅所言不无道理，姑想请教一下，如何抑扬有道呢？一味苛责并非良策，唯有对症下药，亦师亦敌亦友，刚柔并举，宽严相济，导之疏之，行之有效。
太傅深谙因材施教之道，他日太子若学业有成，孤将禀明金上，简在帝心。下官深知殿下被太子进学忧患，一心只求为殿下分忧解愁，绝无半点邀功请赏之意。太子学业之事就有劳太傅您了。下官领旨。儿臣拜见母后。二儿手里拿的是什么书简？是承明殿太傅所授的德经。二儿正在温书吗？是。看到二儿如此用心读书，母后很宽心，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。儿臣谨遵母后教诲。殿下，陛下从先帝陵回来，直接来交房殿，圣驾已经到东门了，请殿下沐浴更衣准备。哦，快。去宜兰殿。改嫁宜兰殿。是我亲自为您做的哦，爱妃。嗯，紫帕绣的非常好啊。两只鸳鸯，一只是陛下，一只是臣妾。禀告陛下，飞翔殿来报，董美人她病了。哦，董美人病了，到宜兰殿做什么？去请太医啊。爱妃，董美人病了，既然朕知道，就应该去看望一下。啊，陛下。董美人病了，自有太医为她诊治，陛下去了也无济于事，陛下无需担心的。爱妃，你病的时候朕不是也来看你了吗？陛下，臣妾日盼夜盼，只希望可以和陛下一块看日出，陛下不会连臣妾这个愿望都达不成吧？陛下。爱妃，这样，朕去看看董美人，去去就回，一定陪你看日出，好不好？啊，去去就回。陛下摆驾飞翔殿下，陛下来了吗？陛下原本自东门进交房殿，可路经依兰殿时突然改变主意，掌灯时分夜庭通报董美人病了，陛下又别了妇药去了飞翔殿。嗯，殿下要保重身体啊。我知道，你先退下吧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姐姐可真是命好，我听说皇帝陛下自踏入依兰殿到离开前后不过五刻，姐姐就有了，真是让我好生的羡慕啊。现在啊，我听那些宫人们说皇上最宠爱的那位说的可难听了，说他说他什么呀？说他是只不会下蛋的鸡。有些女人啊，只要男人一碰即刻就有了，可有些女人啊，即便夜夜成欢也依然膝下无子。
要不怎么叫同人不同命呢？是，还是姐姐的命好。早就听闻兽院百兽凶猛，未闻奇观，陛下时常为之流连忘返，今日就请院右丞带路，让本宫长些见识。夫人，请看，请看此兽。陛下和冬美人最为喜爱这些猛兽啊。这只熊哦，夫人，此熊乃为陛下和冬美人最为喜爱。你只需将此蜡丸在三日之后百兽演出前给黑熊服下，其他一切本宫自有安排。夫人，夫人饶命，夫人饶命啊，夫人。这又不是毒药，只不过是一剂迷药而已。阁下，你只有两条路，要么你就向圣上告密。啊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要么你就帮了本宫这个忙，本宫到时候自会为你着想，为你寻一条好的出路。母后，准备好了吗？傲儿今日兴致很高啊，平日去成明殿上学，也不见你这般高兴啊。母后取笑儿臣了，儿臣早就听闻兽院百兽凶猛，今日可以随母后、父皇一道去看百兽，当然是开心了。听说兽院的猛兽十分凶猛，会不会吓着您腹中的胎儿啊？当然不会了。娘，那些猛兽会咬人吗？傻儿子，兽院里的猛兽都由院右丞管着呢，不会咬人的。可院右丞管得住那些猛兽吗？我的儿子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放心吧，有父皇和娘在啊，不会让那些猛兽吃了你的。走吧。胆子很大呀！啊！好好好啊！皇上。
是真的，爱妃。我怎么躺在这儿？你忘了，那只熊扑过来的时候，你舍身挡熊啊！其他人都吓得落荒而逃了，只有你挡在了朕的前面。爱妃，你何来此勇气啊？陛下，臣妾儿时听娘说过，这熊啊，只取一人性命，不会再取第二人性命。千钧一发之时，臣妾也未曾多想，只希望能以身挡凶，替陛下免遭一难。爱妃呀，时至今日，朕才明白，在这众多后宫嫔妃当中，只有爱妃你对朕情真意切呀。有陛下此言，臣妾死而无憾。陛下是臣妾的丈夫，更是万圣之尊。臣妾虽然深爱着陛下，可终究不过真是天地可见，日月可表啊。姐姐，妹妹，你要好生休养。阿瑶，多亏有妹妹在，陛下才免受惊扰。若非姐姐我有孕在身，行动不便，断然不会让妹妹一个人孤身犯险的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让冯爱妃好好休息。想吃些什么呀？有陛下在，吃什么都好。母后，和婚殿的庶母为何为了父皇以身挡熊啊？大概是因为你的庶母爱极了父皇吧。那这么说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最想保护谁，心里就最爱谁吗？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儿知道母后是最爱儿的，太傅也是最爱儿的。保护殿下与太子乃下官官职本分所在，太子不必客气。殿下若无其他的事，下官就此告退了。今天有劳太傅了，才让我们母子得以脱身。殿下言重了，下官担当不起，请殿下与太子早些休息。谢太傅。夫人千辛万苦，到最后却给别人做了嫁衣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夫人，夫人，你真的不能这么做！夫人，没事吧？夫人，请去找陛下，我要受人，去找陛下，快去找陛下！是。
回禀夫人，夫人阵痛乃胎阴不宁所致，并无大碍，待下官为夫人开几副安胎的汤药，夫人服用后便会无事了。有劳大人了，下官告辞。夫人，陛下怎么说？回夫人，陛下说夫人的胎痛乃是在寿院被熊惊吓所致，让夫人安心休养，改日再来探望。Sure.